烊的，今天爆个头。老香了，这个猪皮花卷儿，尝一个卷的辣椒。牛腩，为什么叫牛腩啊？这不是牛肉吗？你们跟我说为什么叫牛腩？这是辣汁儿啊，吃一块，香香，辣辣，还有四块肥肉。为什么叫牛腩？牛很难吗？因为里面有番茄。不对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告诉我。筷子。好。吃一块就能饱的红烧肉，来尝一尝，赖不赖？老香了，吃个肉皮卷儿。尝尝我老婆做的打烊脑，好吃！我操，今天这么香！来点辣椒，来，好吃，吃个大猪蹄儿，这猪蹄儿是不是去了非洲，咋长这个样子？